3、2、1，开始。Distinguished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en， 刚从北京回来，这次要用一下学校的这个演播室，为这个中关村论坛呢录一个代表世界工程组织给他一个致辞。好，小薇，完事儿了，咱们去吃点饭吧。您好，您刚打完成审核结果，请开始前按钮前进这个去拍飞机接。好嘞，谢谢啊。哎，龚老师您好。哎，最近忙什么呢？啊，我们最近在给学校做迎新和防疫各系统开发，要不您一块儿去看一看？好。现在因为时间也很紧了，现在这系统是在什么阶段？我们现在已经在测试阶段了，而且已经发给各个学院让他们进行测试。因为今年是比较特殊，和疫情的防疫系统、填报系统，还有门禁的进出系统都要进行打通。这次疫情确实是促进了我们这个应用，它大大加速了。这里是南开大学的荷花池，每年呢，我们在这里呢送走我们的毕业生，引领我们每年的新生。现在呢，这两天学校呢正在这个开学。在整个过程中呢，我们这次一边防疫一边恢复这个教学和科研呢，将会使用大量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手段，因为我们希望这些信息手段的使用呢，能够对我们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校园、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来做出新的贡献。所以我特别希望利用这一次节目呢，来专门谈谈可持续发展，让公众了解可持续发展，践行可持续发展。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猿辅导在线教育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上网课就用猿辅导。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植物补益改善神卷乏力，感谢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节目开始之前，我们首先通过云端连线的方式将我们的六位青年代表请到我们的录制现场，有请各位。欢迎大家。2020年开始的这场疫情，在过去的这半年多的时间里，以他自己的方式深刻地影响着这个社会的各行各业。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今天，各行各业的人都在思考，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去把自己的生活生产恢复起来。我们有没有可能经过这一次疫情变危机为机遇？过去是一，我们恢复到二，甚至三，甚至更多更好呢？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他是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从1968年成立以来第一位担任主席的中国科学家。掌声有请开讲嘉宾，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龚克，有请。龚主席您好。您好您好。看到您的这个名字的时候，都让我们特别振奋。我们说，在您的字典里一定没有难题两个字。嗯，克服困难。您叫功课，任何难题在您这儿都不在话下。我经常是想，这克服困难的课，这是。在您今天来开讲之前，我还专门问了我们的编导，我说怎么称呼您？因为您的身份太多，是叫您龚主席、龚校长、老师、老师。您最喜欢别人叫您老师，对，因为这是您几十年来一直没变的一个身份。而且今天也上课，您在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都工作过，对。那么跟这每一个学校的情感一定都很深。如果让您用一句话来形容每一个学校，您会怎么表述？这个有点难。如果要说清华的话呢，务实，加争先。我在清华隔壁上学，这点我感受太深了。这点比其他学校都。事事争先，事事争先。当年我们在北大合唱团的时候，只要一出去参加合唱比赛，要有清华合唱团在，他们一定要拿第一。拿第一。那天大呢？天大呢？我更想用这个踏实和严格形容。刚到天大的时候啊，说这个学校的校风什么呢？严谨治学，严格教学要求，双严校风。我说这个人这个挺土的是吧？这个四个字六个字一起。但是我后来发现这个学校的校风就是要双严，叫严上加严。
通过教师的这种教学和教育或者言传身教，它会从转化成一种学生对自己内在的严格的要求。说到难开呢，我们经常用四个字来概括，叫功能日新，允功允能，日新月异。日新月异，其实这里非常重要在哪儿呢？立功增能。这个立功不是那个立功受奖的立功啊，就是大公无私的公，国家民族人类世界这样的一个公心。南开101年了，一直在向这个方向努力。所以我想，从事教育工作几十年，在面对学生的时候，您始终和您的同事们是期望把这个世间最宝贵的东西传授给青年一代。对。但是今天您的身份除了老师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刚才说到的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对。刚才我提到工程这两个字的时候，对，很多人会对这个特别熟悉的词一下子产生一个陌生的感觉，就到底我们的工程指的是什么？非常广，就是其实工程是分好多类的，像我自己是个电子工程师，做通信的。哦，但是这个房子呢是建筑工程师造出来的。哦，然后在这里面有很多这个空调啊、电器啊，有各式各样的工程师，航天也是工程师，航空也是工程师，舰船也有工程师。但把这个所有的集合在一起，这工程有什么共同特点呢？第一个就是工程师都在运用科学技术。嗯，另一方面呢，工程师都在解决着人类生产生活的实际问题。哦，所以我们认为是运用科学技术解决生产生活实际问题的那些人，工程师。那如果让您用一句话介绍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您会怎么给我们普及？动员全世界的工程师，促进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在今天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这个组织应该说更有他自己独特的使命。任务很重，任务很重。对，那接下来我就把这个讲台留给您，请您为我们开讲。好， 好， 好， 好，谢谢大家。好，刚才小撒呢跟我们谈到了，因为疫情我们不能面对面的来进行交流，那么这个疫情从这个去年年底开始到现在已经超过了半年的时间，我们现在全社会都在进行着复苏。那么说到这儿呢，给大家呢，展示一个图像，这个图像呢是欧洲空间局在卫星上照到的地球的大气的情况。左边是欧空局照的，今年1月上旬欧洲的这个越红就是越污染，这是什么时候呢？同年的3月下旬，这个污染明显的减少了，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新冠病毒造成的停工停业。我们现在新冠病毒完了，我们叫经济恢复，社会生活恢复，不是简单的说我们就要回到这个污染那儿去，我们要比这个更好。那我们想，也许我们能恢复已经很不容易，但是我们想做到经济恢复、社会生活恢复而污染减少，就是更不容易。但是我们如果跳开这一次具体的疫情，我们来看到进入21世纪以来，2003年发生的 SARS， 后面又出现了，比如说这个 H1N1 的，我们叫甲型流感、埃博拉、寨卡、中东呼吸症，还有我们这次这个新冠病毒感染症。那么现在看来，有人就说了，进入新世纪以来啊，大约每年出一种新的病种。如果我们联想到这些来自自然界的病毒，以及越来越频发的自然灾害，那我们就会想到，在每一次个性事件的背后呢，可能都有着共性。那么这个共性是什么呢？至少有一条，就是我们人类的这样一个发展方式。所以我们这么来看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一场病毒给我们带来的思考，不仅要看到我们今天怎么补这个公共卫生短板，更要来想到我们怎么来走出我们人类发展不可持续性这样一个困境。本质上来说，至少从我一个做科技的、做工程的来讲呢，是要用过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使得人类的福祉可以实现的时候呢，保持住我们地球环境的不被破坏。那么现在就是大家在谈了，就是你又说这个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我们讲了几十年了，没有什么新鲜的。我们国家呢，就是1994年提出来了我们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今天我们在19大报告里仍然作为一个非常重要战略在继续的贯彻执行。
但是我们从全球看可持续发展进程的时候呢，我们往往把它追溯到1972年，当时联合国100多个国家共同开了一次会，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叫做人类环境大会。是因为我们20世纪是一个工业化快速发展的世纪，但是在20世纪发展的中后期的时候呢，就逐渐出现了一些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造成人员伤亡，造成奇怪的疾病。那么这时候引起了这个人类很多反思，人类的发展必须和我们的这个地球环境相协调。20年之后，在巴西的里约又召开了一次会，叫人类环境与发展大会。就是因为在我们保护环境的过程中呢，总是跟发展的利益相冲突，发展经济和保护这个环境呢变成一对矛盾冲突的事情。那么在里约这次会呢，它的一个任务呢，就能够想办法两者啊让它一致起来，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我们要满足人类发展需要，同时要保护环境，使得我们的子孙后代有持续发展的可能。又过了20年，2012年，这个会的名字叫世界可持续发展大会。那么2012年这个大会呢，它做出一个决议，要制定一个2015到2030年的可持续发展的议程。那么经过了全球很多轮的讨论，到了2015年通过了一个可持续发展议程，叫 Transform Our World， 变革我们的世界。在这个议程里面呢，对2030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17个目标。那么大家看这个17个发展目标呢，就可以理解一下我们谈可持续发展到底是什么。我们看到了没有贫困，没有饥饿，良好的健康和福祉，优质的公平的教育，性别平等，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然后就是体面的工作和经济增长，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减少不平等，可持续的城市和社区，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气候行动，保护水下生物多样性，保护陆地生物的多样性，坚持和平正义和建立强大的社会组织，为了促进目标的实现，建立全球的伙伴关系。我们说这个17个目标呢，首先呢，它是一个体系，它是相互关系的。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我称之为矛盾的对立统一两个极。一极是什么呢？毫无疑问，以人为本是人的发展。另外一极什么呢？你这个人的发展在哪儿发展呢？在地球上发展，所以是地球环境的限制。如果我们只追求人类福祉的话呢，就会对地球资源造成很多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过度的强调了保护这个地球资源的话呢，就可能使得我们人类一些正当的发展利益，一些福祉要求呢得不到满足。所以呢，我们就建立了另外一些指标，这些指标呢我们称之为连接指标，把这个矛盾体的两极啊给它连接起来，让它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的研究表明，对17个目标，人工智能都可以在一定意义上起到助力作用。在这次疫情的过程中，我可以说人工智能得到了爆发式的应用，比我们想象的应用都快得多。为什么呢？是因为这次是个传染病，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场景，叫做非接触的场景，在国外叫做社交距离。但要维持这个东西，又要进行工作，以后我们怎么办呢？像今天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们就利用了网络。那么这个网络我们觉得只是一个通信，这跟人工智能有什么关系呢？人工智能呢，就在根据积累的数据，在调度着我们网上的各种资源，在有效地选择尽可能延迟少的那些路由，使得大家尽量的均衡，让不同地点几乎都能够比较高质量地看到语音和图像。那么说到这个直接对抗疫有什么贡献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传染的控制，体温的检测，比如我们现在上飞机，坐火车，进入这个楼宇，都是一种非接触的测温。红外可以通过校准以后呢，感觉你的温度。这跟人工智能有什么关系呢？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你手里拿杯热水进这个楼房，会不会就觉得你发高烧？
比如说你穿一件刚刚这个淋过的这个衣服，会不会给你感觉体温过低？这些呢都是靠我们人工智能呢来把我们的这个红外测温啊聚焦在你的额头上面，那么它就要识别哪儿是脸，哪儿是额头，使得你快速就能通过。而且我们还使用了这个戴着口罩的这个人脸识别等等，这些功能都是在防止这个流行病传染控制，这是一个方面应用。还有一个方面更直接，就是在治疗和诊断中的应用。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新冠病毒怎么发现的，是武汉中西结合医院张继先大夫在看肺部的 CT 图像的时候，他发现这个 CT 图像有异常，然后我们做了基因的测试，发现是一种新的病毒，所以叫新型的冠状病毒肺炎。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人工智能的算法在这个基因的测序病原的计算里头发挥了非常重要作用。再一个呢，我们倒过来，我们发现这种 CT 这种特殊的肺部的这样的一个影像，就给它标注，让人工智能呢去进行识别。所以我们后来人工智能呢通过肺部的影像，马上就可以把普通的肺炎和新冠肺炎呢很快区别出来，让新冠肺炎进一步去做核酸检测，来做最终的确诊。那么现在我们在药物的研发上面，疫苗的预测筛选等等人工智能手段都在一直在使用。所有这些都说明在整个抗疫的各个方面都发挥了人工智能的作用。我们在密切地关注着人工智能怎么促进可持续发展。比如说可持续的城市和社区，我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到城里来居住，那么城市聚集以后呢，就造成了所谓的城市病。这个城市的住房、交通以及由它相应的环境是最主要矛盾。那么从环境来讲呢，对环境影响更大的是交通。一个非常重要问题呢就是这个排放。那我们解决它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说有一个方案呢叫做电动汽车。如果我们是用电机在驱动这个汽车的时候呢，它就不会排出二氧化氮和二氧化硫出来。那电又是哪儿来的呢？电厂烧煤来的。那么煤呢更多的问题，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进一步的从科技上来探讨，那么我们能不能使得我们的电不依赖于化石能源呢？就是开始我们谈到了我们要更多的使用可再生能源。所以我们现在要发展一个叫做综合能源供应的一个技术，一个智能电网。这个电网有水电、有火电、有风电、有太阳能电，可能有生物电、核电等等。那么这些综合的能源起来给我们汽车来充电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充电呢？我们晚上充电。那么我们知道电厂一旦开工是不能停的，所以它要满足峰值用电的时候呢，在峰谷呢很多电呢实际上是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那么怎么办呢？我们把它充到我们的汽车里。这时候我们实现了电网的均衡的这个运转，使得这个电网呢更加安全和稳定。我们这个电网是一个复杂的有多种供电系统电网，每个供电呢它有不同的特性，所以这个综合电网的管理呢，现在我们要引入人工智能，智能电网，把这个供和需智能的匹配起来，让风和谷有效的调节起来。这是我们现在人工智能当前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也是我们运用人工智能来解决人类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就是我们不仅要根本的改变能源的结构，还要通过智能的方式呢有效的来匹配和调度能源供和需的这些关系，这样会更好的更充分的实现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因为我们今天一直在讲这个可持续发展，联合国在2015年通过这可持续发展议程里头呢有一段话，我们决心为所有人，大家注意啊，所有人不是一部分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我们可以成为成功消除贫困的第一代人 ,the first generation。我们也可能是有机会拯救地球的 last generation, 的最后一代人。就是如果我们不能实现这个目标的话，我们可能让地球人类永久地失去了
挽救这个地球和地球人类生存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这个 first 和 last， 对今天你们在座年轻人来讲呢，就更应该仔细的品味一下。今天我说了这么多呢，就是希望我们的年轻一代认识到我们的历史责任，认识到我们履行这个责任的紧迫性，以及和我们每一个人的关联性。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谢谢各位。谢谢龚老师。好，谢谢。谢谢您带给我们的精彩的开讲。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猿辅导在线教育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上网课就用猿辅导。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植物不易，改善神倦乏力。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邀您继续关注，开讲了。这样，刚才您给我们讲了17个目标，这17个目标您都应该是非常熟悉了吧？比较吧，不敢说非常，比较熟悉。是分别用17个不同的颜色代表，对，没有一个颜色是重复的。而且这当中几乎所有的目标都跟工程师有关系，所有的不是几乎所有，因为我们这个作为世界工程组织，我们所有的活动都要促进它的实现。所以接下来，请您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请您通过颜色回答目标。这个真挺难的吧？我们就问您这一个问题。行，那是抽吗？我要抽一个非常近似的颜色，这就看您的熟悉程度了。尤其你把它们放在一块儿，这个就更难了。对，这就是我的目的。这几个颜色当中，这应该是清洁能源。是第几号目标啊？第7号。这不是7。反正清洁能源跟这个，要不就是这个旁边那个色儿是清洁能源，那你这个，那是，揭晓一下正确答案吗？你再等我，等我想一下啊。好。这真没想起来。您刚才说是7，清洁能源，正确答案是7。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回答正确。你这家伙太坏了！我从头到尾也没说这不是7，我只是暧昧的笑了一下而已。我以为被你否定了，我说这真是这个。在几个非常近似的颜色当中，您一下子认出了这个清洁能源。但是你那个表情太坏了。能考您的也就剩这点表情了，真正知识本身我觉得是难不倒您的。在刚才您这个开讲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通过这个网络进行了现场直播，我的助手小薇在这个网络直播间和网友们一直在互动。小薇你好。啊，龚老师好，小撒老师好。其实我也偷偷听了龚老师的演讲，我呀简直是太激动了，觉得自己肩负的责任非常的重。毕竟呢，我是小撒老师的第一代人工智能助手，第一代也是最后一代。哎，我可不是最后一代。应该这么说，他是人工智能第一代小助手，我可能是最后一代真人主持人。应该不会。不会的，小撒老师，我会一直陪着你。哎，一直陪着你。我传递过去的那么多小纸条，不知道您都关注了哪些问题呢？首先第一个问题，龚老师，您今天讲的是科技与可持续发展，我特别想问一下，科学技术发展本身怎么可持续？一个科研领域在今天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大家研究的问题都开始变得越来越细，甚至是变成了细枝末节，而真正困难的问题却迟迟得不到突破，是不是只能换一个领域学点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再寻找交叉，我们才能在未来取得自己的成就和突破？首先从大的角度来讲呢，科学是这个探索自然的，那么自然是不断发展的，只要自然的发展无穷尽，科学探索就无穷尽，所以这个呢它是可持续的，就你不用担心没问题可研究了。对，但是他提的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说我们现在对很多问题研究呢进入了细枝末节，就是越研究越细，越窄，感觉是这个研究的这个窄的这个过程中呢，从积极意义上来讲呢，是一个深入的过程，越来越接近那个事物的本质了。所以这里头呢，我认为呢，
往里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能止于这个。有一个词儿叫做深入浅出，这个非常重要。出来以后原来如此，看山又是山了。那么这一点呢，这个往往是需要坚持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在研究一个特定方向的时候呢，要注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所以这时候呢，所谓刚才说的这个交叉，我们现在是特别鼓励交叉的，但是做这个交叉呢，不能浮在表面上，也得要一定深入。对，如果说什么都深入不了，然后自称是交叉来自嘲或者自慰的话，这个是很浮浅的一种交叉。再一个呢，就是要善于合作，吸取别人的长处，这样共同解决复杂的问题。谢谢您给青年学子的解答。确实现在啊，大家可能有些误区，觉得学科交叉就是我学了这个又学了那个，我拿了好几门课的，什么都，对，我什么都学了，但是一知半解可能不行。真正的交叉是这些你学过的知识突然在有一天产生化学反应了，对，它诞生出新的思路和创新了。 对我觉得这个交叉才有意义。对，接下来一个问题，他说可持续发展说了很多年，听起来感觉都很简单，但实际做起来太难了，尤其在全世界范围内要达到这些共同目标，您认为最重要的核心要素会是什么？确实是很难。我们首先要牢固地树立起可持续发展这样一个理念，然后呢，认识到可持续发展呢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九尺之台，那就起于垒土。所以要从最细致事儿做起，从自己做起，至少可以做一件事。节省一滴水，节省一度电，节省一张纸，使我们的垃圾减量，这是你做得到的。如果我们夏天的空调调高一度的话，我们就可以节省很多的能源。这些细节如果你想做的话，有无穷无尽，其实都可以做。对，如果你在做，我在做，他在做，所有人每人都在自己做的话，我们世界就在改变。就像我们小时候家里说，你眼里有没有这些事儿？对，眼里有没有活？眼里要有活。对。好，小薇，刚才啊，我们已经让龚老师回答了网友提出的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问题。我们也希望网友能够在今天接下来的讨论当中继续关注我们的开讲。谢谢小薇。好的，谢谢小蔡老师，也谢谢龚老师。好，再见。再见。接下来啊，我们把时间交给六位青年代表，大家的问题都想好了吧？谁先来？我先来。好，你先来。小撒老师好，龚老师好，我叫马文帝，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一名研究生。在我学习农业的这个过程当中，也会去了解古人们他们在生产实践中有过哪些应用。我们发现其实我们的古人他们非常的聪明，他们很早就能够懂得这个土地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命根子，而这些资源呢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他们也开创了许多能够有节制的利用这些自然资源的方式，就比如说通过土地的这个休耕，作物的农作来相互调节，来恢复地力。我就可以从我们这些古人在农业生产中的这些应用实践来看，我们发现他们都是一种很好的可持续发展的方式。那龚老师，您认为古人在循环农业中所体现出来的这种可持续发展，它与我们当今所提倡的这种可持续发展有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呢？可以借鉴哪些应用于我们当下的人工智能时代呢？你这个真的说得非常好。就是我们在谈这个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时候，尽管这个理念是在我们工业社会碰到严重的工业的污染这些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时候呢，才明确提出来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但是在整个这个战略的研究和过程中呢，我们都从历史中吸取了很多这个营养。其实在这个可持续发展议程讨论的时候啊，有一个经过争议的这个词儿，我们叫做 indigenous knowledge， 它是个本地化的，历史上形成的，但是很可能呢还没有经过非常好的现代科学的概括和发展。那么它是不是应该当作这个人类的宝库的一部分呢？比如说我们知道很多小岛国，它做的一些建筑就是能够比较好的抗海啸。嗯，它比较好持续，那么它可能并没有总结出一套建筑的理论出来，所以我们认为呢，经过历史的长期的实验检验的这样一些 indigenous knowledge 是我们今天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非常重要的财富，所以我们在这个议程里特别重视了要
充分地利用这些知识，让这些知识呢和我们的现代的科学技术相结合。但是古代那些做法呢，实际在生产力相对低下、赡养人口相对比较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今天我们在人口迅速发展，我们要求土地的生产这个指数非常高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加上一些新的手段。那么你也提到了人工智能，其实人工智能现在在农业上应用呢，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比较有广泛前景的方向。再一个呢，就刚才你说的，要把我们人类的知识，要想办法融合进去。就是现在我们的人工智能是叫做数据驱动人工智能，我们希望将来人工智能是数据和知识共同驱动。我觉得人工智能可能在农业领域真是大有作为。现在我觉得，如果今天的人向古人学习，就学一点，就是对自然界的这种敬畏。对，确实是。谢谢，谢谢，谢谢你的提问。谢谢，谢谢。好，下一位。嗨，老师，龚老师您好，小赛老师您好，我是外交学院英语系美国研究方向的梁晨。您其实就任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啊，是中国人才在国际组织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突破。近些年，我们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也是越来越高。但是其实我们现在看到中国人在国际组织任职的这个比例还是并不是特别高。您认为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呢？是因为我们中国缺少国际化的青年人才吗？从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组织选人来讲呢，职位的背后是什么呢？三个因素：能力、贡献、影响。那么我们这里头呢，我的感觉呢，我们在能力上有缺陷。第一呢，是我们很多去竞争的人是学外语的，他外语能力非常强，但是他缺什么呢？就是你到联合国一个具体的岗位上，他总有一套具体的工作。对，比如说你到这个社会发展部门，或者要做一些这个跟科技有关的，比如说像全球的这个数据的治理啊，比如说这个卫星这个控制，学外语专业的这些同事呢，缺少这方面了解。啊，反过来呢，做这些方面的这些同事呢，又往往是语言上有一定困难，所以我们非常需要把语言和专业知识融合起来，这样人才，这是一个方面。但是我近些年来呢，这些问题呢变得相对比较少了，就是我们的语言能力有很大的提高。到人来说呢，实际上是能力和精力。我们中国的很多竞选者精力太单纯了，说你有什么精力呢？我大学毕业以后呢，就留在大学，然后一直就在这一所大学。这个说你到过些什么其他国家吗？到过。都干些什么事呢？旅游。你没有在它里头当过什么志愿者，去救助什么东西，参与一个什么工程项目，这样的经历在我们的竞选者里相对的偏少，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现实的问题。所以你这青年一代，学的又是外语，又是这个外交，要现在就做好准备。真的，这样机会很多。看你一直在做笔记，我就在这考考你。你刚才记了那么多笔记，这个图标是一个什么目标？性别平等。性别平等，可以，可以，可以，行了。初试通过了，继续加油。谢谢龚老师，谢谢小赛老师。下一位，北京的这位青年代表，你好。Hello， 小赛老师好，龚老师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结构生物学高精尖中心的一个青年科研人员，也就是大家所俗称的一个科研小青椒，我叫邓虎。青椒是什么意思啊？青年教师。其实我自己本身是做关于脑机接口，关注一些我们大脑的工作机理到底是怎么样去运转的等等，这样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社会上有一则新闻，叫做浙江省的一个小学去给小学生戴上了一个类似于脑机接口的这样一个头环。他们用来去干什么呢？用来去监控小学生上课是否走神。现在社会上也有些声音在去担心说，人工智能到底会不会侵犯人类的隐私。更深层次一些想法就是担心人工智能到底会不会去拥有一些叫做自主意识的这样一个问题。在这种颠覆性的科技跃迁的过程当中，我们究竟该怎么样去和科技共生呢？我给你讲一个概念啊，就是我们现在在国际上这个讲人工智能的时候，我们要什么样人工智能呢？叫做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th human valu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具有人类价值观，服务于人与地球可持续发展的人工智能，这个叫非常清楚，就这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将来要不要发展有自主意识的人工智能，我们要不要在哪些地方限制人工智能，都取决于我们要发展什么样的人工智能。那么这就是我们在人工智能整个发展这过程中的一个最基本的价值判断。你刚才举的那个例子恰恰是呢反映了我们人工智能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技术不成熟的问题。对，我怀疑他根本监控不了小学生的注意力，实际上根本监控不了。他就是吓唬孩子，我给你带个东西啊，我告诉你带上以后你上课听不听讲我就知道了，小孩吓得赶紧听。在那里头我们技术真的不成熟，由于技术的不成熟它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对，但这个问题呢它不是因为它太强了，是因为它不够强。不够强，这些呢是通过我们技术完善发展来解决的问题。那么另外一类问题呢，技术被滥用的问题。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呢，其实人工智能作为一个工具，真正的隐私在哪儿呢？隐私在那数据上面。那么这些东西呢要靠法治来规制它。我们现在国家正在做大数据的发展和应用和使用的这个法律，什么是需要保密的，是对什么人保密的，这个都是要规范的。最后一步呢就是要教育所有的人，设计的、规划的、制造的、这个使用的、管理的、维护的人都负责任的使用人工智能。现在我们一个词儿叫科技向善。其实在这些年来我们整个社会的科技发展从微观到宏观有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所以实际上在这种科技为人类赋能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科学或者是科技之间的这种合作和共享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但是目前在疫情的这种大背景下，我们发现这种科学家之间的通力合作其实出现了一定的退缩式的发展。那所以我想在这里去请教一下龚科老师，就是在现在这种大背景下，我们怎么样去推动和共享这种全球科技的未来呢？这个你说了一个现在非常严肃的话题，就是目前像美国一些国家采取的一些限制科学技术交流的手段呢，正在破坏多年逐渐建立起来的全球的科技创新的生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要做一个大的判断，就是我们从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我们需要不需要科技技术全球合作？如果我们是需要的，那么我们在逆流来的时候，我们的方向不能变，但是可能会经过一个比较困难的这个阶段。但是我从我自己角度来讲呢，我们中国的科学家、中国的科学技术人员要保持开放合作的战略定力。这次我们在疫苗这个问题上，我们在这个病毒的这个基因测序上，我们采取了完全开放的态度。这就是我们认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认定了全球的可持续发展，那么全球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现在这一点呢，我想美国的优秀的科学家也不会赞成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所以大家还要共同努力。大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谢谢郭老师。对，不可逆转的。对，谢谢。您要是真的研究出脑机接口的话，我愿意做第一批志愿者。你可以拿我做实验。好好好，谢谢。我小道老师，谢谢，有视频为证啊。好。下一位，来，天津的这位姑娘。这我们学校的。自我介绍一下。啊，小赛老师您好，龚老师您好，我是来自南开大学的硕士生胡春雨。虽然现在龚老师已经卸任了校长这个职位，但至今还是很多师兄师姐心目中的男神。您本来从事的是电子通讯方面的研究，而后呢又做了18年左右的大学校长，可能是对学生的教育方面投入了更多的精力。那想问问您，在做了大学校长之后，您在科研领域中会有一些遗憾吗？您这个在做教育工作之后，大量的心思投入到学生身上，会耽误您自己的科研吗？我都放弃了，我真的是放弃了。您是开玩笑还是真正？真的放弃了，真的放弃了。我是做电子信息的，我原来一直做科研，但是我从这个在清华做这个副校长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个强烈的意识，这个轨道变了，就是可能呢，我做科研能做出些成果。
但是如果做好这个校长，如果做得好的话，可能让这个学校里的更多的科学家，更多的好的同学能够做出更好的成果，那可能是更有价值的一件事儿。所以这个选择我觉得其实是不难做选择的，特别是学校是要百年发展的，千年发展的，要做一些打基础立长远的事情，我一直是抱着这么理念在做的。我曾经听您说过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过去我们常说干一行爱一行。对，因为实际上从我的经验来看，这个你想爱一行干一行成一行，这个积蓄非常小。真正你看成功的人，他一定是干一行爱一行成一行的人，因为他干这个事情，你现在包括放在这个教育管理服务的岗位上，那你就需要去爱它。你不爱这行，你就做不好这行。我是不太赞成把这个兴趣提高的不适当的这个高度，因为兴趣不是与生俱来的，兴趣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兴趣是成为学习的这个起点，也可以变成学习的结果。就有一句话嘛，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但求无愧于心。你要把一件事做到极致，做得好，自然而然你会感受到它当中的魅力和乐趣。好，谢谢小撒老师，谢谢龚老师。谢谢。我感觉今天是一个跨度非常大的开讲，您讲的主题大部分是关于这个可持续发展，但是给您提的问题有关于可持续发展，有关于青年人自身的发展，有关于教育，也有关于时下最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等等。那么到最后我问您一个问题，综合所有的这一段时间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您觉得当一切风波过去之后，人类的未来会是更加团结的，还是会有可能我们无法度过这个难关而变得支离破碎、分崩离析？从可能性来讲呢，两种可能性都存在，真的是都存在。但是从历史发展的大尺度来观察，即便是经过了分崩离析的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终人们总会从里吸取教训，在战争的废墟里建立起了联合国。联合国建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制止战争，实现和平和发展，所以和平和发展从那个时候一直这个世界的主题。所以今天我们即便有困难也得向前走。所以选项已经在我们自己的手里，能不能够成为全面消除贫困的第一代人，我觉得完全在于今天我们做怎样的努力，我们付诸怎样的行动。对，感谢龚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谢谢，谢谢，下期开讲再见。小微课堂来了。至今新冠病毒的传播范围已经超过了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感染人数之多，经济损失之大，社会代价之高昂，让我们再次认识到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远含义。而正是因为科技的发展，让我们有了迎接未知挑战的力量，在一次次危机中突出重围，转危为机。今天扫码登记、红外测温、线上办公等这些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各种生活场景中，你都能看到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的参与。而全球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也都在共同努力研制药物和疫苗，争取早日彻底消灭并且阻断新冠病毒。在致力于变革性复苏的当下，科技的变革创新无疑是解决重要全球性问题的必由之路。人类如何在安全的地球界限内继续发展，如何有效地解决空气、水和土壤的污染，怎样高效转化和存储新能源，比如龚克老师提到的电动汽车和智能电网，科技既能通过发展多种可持续的清洁能源来缓解我们日益短缺的能源问题，又能很大程度上缓解我们的环境污染问题。随着无人驾驶、人工智能和通信技术的发展，未来我们实现车联网后，还能解决我们的城市拥堵问题，帮助我们实现可持续的城市和社区。而这也正是2030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把可持续发展的人和地球变成一个和谐的统一体，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处。今天我们更应该联合起来，用科学技术和实际行动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从我做起，从身边的每一个小事做起，让我们一起成为守护地球的勇士吧。